作战篇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持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交期之财，车甲之俸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其用战也胜，久则顿兵错锐，攻城则力绝，久曝失则国用不足。夫顿兵错锐，绝力单获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文拙速，未独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力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善用兵者，义不在籍，粮不三载，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，近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秋役，力绝财丹，中原内需于家，百姓之费食去其期，公家之费破车匹马，甲胄石弩，几顿秘鲁，秋牛大车，食去其六。故智将勿食于敌，食敌一中，当无二十中，岂敢一旦，当无二十旦。故杀敌者怒也，取敌之利者祸也。故车战，得车十乘以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耕其旌旗，车杂而成之，足善而养之，是谓胜敌而益强。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故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